可以。刘忠义怎么来了？我跟你说这个的，我跟你算的啊。从你老人家开始，哇，我要照相怎么去？对对，十二个，就算了十二个，那个孩子七个。我原来呀，算小妹的孩子就算了一个。你说你那个
我就觉得二十万块钱，给二十万，他得来付完呗，给他吃。那是完补呀。那怎么可能赚两百多？哪里的？我开完会，到时候最多赚成一万来，我就不拿了。